先不说这些了，蒂马乌斯，要不我和柯莱陪你一起去璃月向婴儿小姐道歉。他，哎，我也怕他生我气啊。血液从脑子里退下来以后，我就开始慌了。你们三个，抬头看看那边。 婴儿小姐，那就是婴儿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是本人，他居然会到蒙德来。婴儿小姐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可你怎么会突然？<笑>看到我就这么开心吗？不，我太高兴了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不会说话了。 原本还想来兴师问罪的，可看到你这样，又有点不想追究。你说你遇到了至关重要的事，没法来接我，那就换我来找你了。要不要凑过去看看？打扰别人谈恋爱会被灵珠撞的哦。真的？那还是算了。 婴儿小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来蒙德见我了？为什么你会愿意过来呢？太不可思议了！怎么啦？我不能过来吗？从璃月到蒙德，好像也不是什么会让人累得不行的事情吧？还有，差不多该直接叫我婴儿了。婴儿。 婴儿，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。瞧你紧张的样子，我又没做什么。<笑>不，我只是太高兴了，谢谢你愿意选在风花节来见我。